年轻在当中最小，头发最长，很容易认。OK， 所以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是要带来给大家一个舞蹈。然后在海选的时候呢，我也是有饶舌，所以今天呢，大家可以再期待多一轮的饶舌。OK， 谢谢大家。真的快要睡着，谁能够给我爸妈，我一定用你的拥抱他。嘿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如果可以那再给我多几天，我一定能想出什么爱拯救我在身旁边。我看得非常清楚，我只要改变，妈妈再给我几天。很荣幸自己能够被选出到六强里面，而其他五位选手第一天就打出一片，这二十天内所受的训练不容易，你从酸甜苦辣我们都好好经历。 DJ 老师们都非常开心胶囊，在走廊后面也总是会问声好，学习吧百标零分给我。我好 sexy 哦。诶，不好意思读错，是八百标零分给我。杨斌老师听了一定伤了他耳朵，他不断强调 DJ 必须自由的清晰，不要一个不小心就把他变成了清晰。广播人员是我冒昧以求，错过三年前新传媒找 DJ 新秀，发展自己在空中和百万人交流，一步一脚印成为他们的好友。无聊人士给他们逗一个笑话，相信人就用我声音把他们给擦，最后结果如何我心中满是广播热忱，这二十天旅程我只能感恩。谢谢。